香港展能藝術會，可以即係 support 到佢哋喺一個年輕啲嘅時候就可以認識各種唔同嘅興趣，音樂啊或者唔同樂器啊，其實呢一個係好重要咯，所以我鼓勵佢哋繼續努力，我自己都係會繼續努力學習音樂。请大家要多多支持香港展能艺术会。